你怎么来了呀？一起打一局。心情不好？你带燕子去哪儿了？她回来以后。 特别的开心，我就带他去缆车那儿，让他自己坐一回缆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可以轻而易举地逗他笑，而我却始终学不会。 学什么呀？你就是你，独一无二的技巧，学别人干嘛呀？可是，我就是希望他开心。 干嘛？我不干嘛，我喜欢，我故意的。你再推我一下试试。好啊，来啊，再来啊！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？刚才下手可真重，我故意的。我准备要放弃了。啊？你喜欢燕泽吧？ 我手机呢？
季晓，你有没有见我手机啊？季晓，我一直以为，这世界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，能让颜泽感到幸福，让他高兴，无忧无虑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但是我终于明白了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身上。所以季晓，你出局了。所以我下手太重啊。你还真是，信不信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衣服全部扒干净。凭什么呀？因为你才是阳明中学的校花啊。你怪我吗？怪，但其实我更怪我自己。你还真是个好人呐。那当然。居然怎么手机丢这儿了？我明明今天下午给他发了消息啊。这样，季晓，昨天的事儿，对不起呀。没关系，昨天的事儿，我也不好。我听到一些不好的话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把气撒在你身上的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就到这里吧。我说，就到这里吧。什么叫就到这里啊？你不回家吗？